老爷，把二叔、三叔、四叔都赶出去了。是啊，外面人全知道了。因为什么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少奶奶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问问。怎么说也是亲兄弟呀，哪能说断就断呢？ 老爷，爹，娘，大夫不是让你静养吗？你怎么又出来了？爹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不会是因为那天四叔骂了我，你就和他断绝来往了吧？他骂我，大不了骂回去，没必要你们兄弟俩。闭嘴！ 到现在才明白，老四说的原来全都是对的，你就是那个灾星，那个扫把星。你自己算算看，从你进了东面之后，东面出了多少事啊？最后连吴平也赔上了性命。爹，你不是说四叔说的那套你都不信的吗？ 我现在相信了。之前是为了救急才让你进东院，既然你救不了吴平，我还要你干什么？如果不是周莹，吴平也醒不过来呀。吴平还不是没了？那又怪不了他呀。不怪他怪谁？既然马上给我滚！滚！老爷。 你是存心要把所有人都撵走？是。为什么？为了东元，吴家东元。 周老爷，起来，起来，干嘛呀？对不住啊，周老爷，老爷有话，让您啊立刻走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今儿得出远门，让我再睡会儿。不能睡了，起来，上，起来。四爷，四爷，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起来吧，四爷。说这么多干嘛呀？哎，走吧，四爷。 我走了，抽去啊！四爷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动手让你们俩拿东西，赶紧的，快！哎，走吧，四爷，啊，别动手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上。 周老爷，对我住了啊。